小航线冒犯呀！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在讲什么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卡太久了吧？主要是我一直把订单解掉没。哎，这个就是他的上衣哦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不过可能会以新活动为主吧。今天要不要看一下？要不要讲一下方舟月影的上衣？我是觉得是可以的。嗯，然后因为就代表我们主线一个进度了嘛。嗯，因为我是建议先按照主线去跑啦，通过第二站的主线，战斗关卡，你可以去打了，你可以摇头跟，他可以五倍速欸，搞什么？五倍速也太猛。神关卡24也有了，然后我们先把这支线解，收获一些甜菜吧，收获一些甜菜吧。那我们可以稍微种个五颗，远往方知，反正一些甜菜是几颗啊？现在是当我是病猫是不是？那手厨是什么？收获一些甜菜吧。What？ 哎，真的好笑。种植啊，对，十个是不是啊 ？Sorry， 真的是当我是冰猫哎，那我们就直接种十个就好了。我看其实只有种十个而已。35、69、90。啊，种植必收一些桃花吧，桃花要100个，你当我是冰猫是不是？啊，原来它有上限哦。还有水木一桃，购买铃兰木桌，铃兰木桌，这个，好玩哦，怎么办呢？我这铃兰木桌可以干嘛？踩碎用的对啊，那家伙爽啊，怪就是主线已经弄落去啊啦吼，我觉得上应该是还没讲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他的神树。濒临神树系统，那你看连眉毛都有，非常扯的游戏啊！你看，而且他会把他顺便会把，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这一关的那种换装手，他会把你得到的角色给这个呀的道具给他标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濒临神树。那我觉得今天可以讲濒临神树其实。感觉也蛮重要的，好啊，那就讲这个。